你找谁啊？我找向律师。听见吗？你就是啊。是啊，没错。请进。哦。胜算不大。为什么？你得过产后忧郁症，对方有确凿的证据。另一方面，你不是本市户口，会影响你孩子未来的升学。还有一点，以你单亲妈妈的身份，你的经济收入是最大的现实问题，对方一定会咬住这点不放。你说的这些问题，我之前的律师都跟我说过，我现在花了钱又换了律师，我不要一样的答案，我需要的是你给我新的解决方法。我可以帮你争取最高额度的赡养费。我不需要，我只要我儿子。那你介不介意我们用一些非常手段？什么非常手段？那你的非常手段能要回我的儿子吗？Come in。你们上来干嘛？你不在，我们怎么玩得起来呀？就是，抓紧的啊，就差你一个人了。今天你可是主角，你不来怎么行啊？非常手段。哎呀，甭跟他废话，直接绑架带走啊！走、哎，好，你们先下去，我待会儿下来。哎，得，楼下等你啊。行，走吧。好，抓紧的啊。好，先这样。你还没告诉我非常手段是什么？你想知道？你想知道就穿上这个。陪我参加一个 party。啊？陪我狂欢，我就告诉你。嗯。嗨！嗨！嗨！你怎么是这么？你是不是叫我们这些哥们儿无地自容了？别羡慕嫉妒恨了，快点快点！哎，你随意。啊！过来！啊！怎么，小闷子？你叫我下来到底干什么？我答应你，你下来我就可以说给你听。你说的非常手段，到底是什么？就说发生关系那个晚上。你是被诱奸？神经病啊！哎，你别生气、啊哎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、啊？你放开！你放手！别这样！放开！哎哎、喂，拉住我的手，快啊！快快！喂！哎呀，相公子，才第一天见面就迫不及待地跟人家鸳鸯浴啊！人都走了，你还在回味？上来吧。不用，我喜欢这样游泳。好好享受。